金星强强移动哦。好，转头，我以为你要先。继续努力吧。Let's go.
好的，这是一场就算流汗也会香的赛事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来自我们女子二 freestyle 二对二的这样一个对决啊，来自我们金钱主攻关对象是我们昂纳贝尔啊。第一站的四强门票送给谁呢？欧的家眷是 3, 2, 1，恭喜我们金钱卤肉饭获胜，也谢谢我们安娜贝尔，辛苦了。